闻起来味道不错，天呐，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不，老师啊，鼻型呢有一点辣，啊，一股火锅味。狼人，怪不得那么臭，一点血的香甜都没有，就是不犯河水。你们是想破坏约定吗？狼人姑娘，你跟着我，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吵死人了！ 你闻着，也不像狼人啊，是他。怎么每次醒来都是这儿？你能不能帮我拿个鞋带？天呐，拜托你了！糟糕，这草床也危险，我们快去找他。我只喝冷冻血。那个受伤最重的，好像是我吧？ 总之呢，还我清白之身了。喂，要不要带一个拉风的吸血鬼执事啊？反正我留在这儿也是给狼人反复追杀，你就带上我呗。而且呢，总有一天你们会需要我的能力。相信我，你明知道我只喝冷冻的血还把我打晕。哦， 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，冷静，冷静，开个玩笑而已，有话好说。哎，哎，男人之间的决斗嘛，也要等我康复了再来挑衅嘛。就是他，我看见他死了，洛卢。啊，这个简单，我可是吸血鬼界第一中单，广场舞大妈看到我都要退避三分。 打架这种事我不屑做，还是你们来吧，绝对不会错。我睡前习惯喝一杯 O 型血。嘿，你是在怀疑我这个高等吸血鬼的预言能力吗？瘦成这样，血都不好喝了。哎，这下好了，连卡牌都没了。就算找到魏恩也没用了。那他还活着？不可能！我清楚的看见。 他就死在我们面前，一定是鱼藻串算错了时间。救济站。哦，那个，向你打听个人。别伤害他，我有食物。知道你还要见他。这三个人就是魏恩、魏恩妻子萨曼莎，还有最后获胜的巴图安。天哪，怎么感觉听到蛇的声音呢？你也是魏恩。 有两个魏恩，所以一个是未来的魏恩，一个是过去的魏恩，是吧？哎，试试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，是吧？哎，你两个合在一起试试 ，A B 合一，酸甜可口。就是它，没错。我喜欢喝血，可以给我喝一点你的血吗？污垢者是什么？下。 下面没了呀！这世上还能有这么傻的人，真是不容易。你是我生命中见过的最大方的人，我不同意。我预言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，留在这儿会有危险的。他回房后就没有出来过。拜拜。严顿，不是唐顿庄园吗？哎，我跟管家先进去。 你们在楼下等我，好吧，刚好我也挺喜欢乔治时代的怀表的。什么情况？在厨房？不，在，可能不在这个庄园。你给我喝的是人血吗？啊，你的血？那我说的不是人话。不过呢，我看见我继承爵位和玛丽结婚。 没想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爱上了和我不同种族的人类。